好的，同学，我们来继续剥第二颗洋葱哈。一样啦，这种题目 X 都在最里面啦，所以还蛮好辨认的。只是我觉得它的解法很好玩，所以我就把它放进来。那你说，老师，我不习惯，我想要从里面开始慢慢算出来，都可以，你只要答案对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第一个，我还是用剥洋葱的讲法哦，三分之一，这个叫做四分之一倍，这是五分之。2x 减8，然后呢，这个叫做加上4等于0。好，再来怎么办？把加4丢过去，好，把加4丢过去，所以就等于负4。OK，所以加4丢过去就等于负4。好，这个等于负4。然后呢，左右同乘几倍啊？三倍。因为三分之一乘上三就不见了嘛，三分之一乘三，那右边也乘三，所以就等于负十二。OK，好，再来，诶，第二层好像不用再移项了，直接再同乘四倍，同乘四倍，所以同乘四倍，这个又不见了，那负十二这时候就又变成了负的48。再来把减八丢过去，五分之二倍的 x 等于。负四十八加八，负四十。OK，那左右再同乘什么？二分之五，对不对？乘上它的导数，所以负四十乘上二分之五，所以答案就等于负的100。结束。